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因你而在》，让我们欢迎特别来宾伯爵白。大家好，我们是伯爵白。我是吉他手文佩，我是主唱义达，我是 KB 手博一，我是贝斯手纯友，我是吉他手嘉佑，我是鼓手秉翰。想第一题想先问你们一下，你们组成，你们现在是大四毕业生了吗？还是已经毕业了？大四还有大五。大我只有一个人要参加两次毕业典礼。我想问一下，你们其实在三年前就组团吗？2016的时候，所以是其实是大学才组团的。对。你们都是同一个科系吗？没有，主要是我跟吉他手文佩，然后还有纯友，大一的时候同系，然后后来转系了。对，原本是什么科？我们是生科系，生命科学，生科。然后，纯友跟博弈、秉翰、嘉佑是热音社的，然后嘉佑跟我是高中同学。高中同学，哇，这个关系错综关系好复杂啊！所以你们那时候其实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契机说会组，还是说你们到大学期才真正一起？没有啊，除了我跟他之外，其他的都是大学才认识的。对。那其实你们两年前就参加过 HOT 比赛，大概一两年前的时候。对。那你们那时候私自有报名吗？各自报名吗？哦，就是在伯爵白之这个团名之前的时候有没有？高中的时候。对，高中的时候。我参加过高中。我也参加过一次。真的吗？对。哪一届？林俊杰。我是周杰伦，他是张惠妹。张惠妹很早哎，对啊，就大概前一两，第一届还是第二届？第二届。那你们组成的契机是什么？契机主要是对啊，喜欢音乐。对啊，喜欢音乐。最主要是这个很到了大学，到了大学会继续都是有一些底，高中有一些底子的。但主要契机就是有一个耶诞舞会的表演。对，然后那时候是刚好我们系有在主办，然后就想说，我们会点音乐，要不要上去表演这样？然后原本是只找我们两个，后来我们想说，那就要不干脆组一团上去。哇，怎么？然后那时候是要自创还是你们是 cover？ 那时候是 cover。cover 对，要不要讲一下 cover 什么歌？我还记得克普勒嘛，还有迷途，还有拥抱，哇，这个三个风格很不一样。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那时候组了嘛？那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持续要把这个团建起来？就是你们可能因为那一次表演而组在一起，那有什么契机是让你们愿意走下去的主要原因？孽缘吧。其实就是原本就是就有在创作啊，然后想说，刚好有个乐团，那要不要就直接随着这阵风，我们就直接继续做下去。那学业兼和音乐会不会有需要平衡？不需要，没有没有，就是音乐，然后学业当然是选音乐，那其实学业就是先翘掉了。没有，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啊，我们每个人不太一样。像有人就可能差点就要先离开这个学校这样，然后有些人就觉得就可以 handle 住这样。对。那这样出社会之后还打算，就是目前毕业之后还打算继续以这个团当做主要的职业吗？还是说还是会找正职工作？这是一个若 P 则 Q 的问题啊。如果这个乐团能够赚到钱，那就继续玩。对。那如果这个乐团不能赚到钱，就可能要斜杠青年。后面要接个什么正职的工作，小七打工，对啊，就是可能就要兼顾了。但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能玩音乐赚到钱嘛。对。目前的状况，可就是以这条想法是可行。目前的状况不太行，应该不太行，还在投资的阶段。不过有大看你们大概接了一些音乐季啊，像干燥季啊，或者像一些表演比赛之类的，都还越来越常看到你。所以其实未来还是暂时目前还是有一个道路啦，可以至少还是可以对，就继续写歌，继续玩，继续玩下去。都因为我们总觉得就是每写一首歌就是一个新的希望。对，你要先谈一下你们之前的创作的作品的灵感啊，或是因为你们其实之前创作都是放在 Streetboy 上面，对，然后
YouTube 反而很少。嗯，然后想问说你们大概，因为 有一个在 Street Boy 上有一个画面是有一个贴那叫什么图片，是一个盔甲的。嗯，对，那我想问你们，算是那一张专辑吗？还是不算，那只是我们乐团的一个 logo。对，那时候一开始就是伯爵版的一个 logo。是你自己设计的？是我妹设计。我妹设计。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把自己的创作加上那个图片就发上去，这样。对对对，就当作是一个 logo 发。那你们通常灵创作那些歌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其实比较前期的时候是我会先把词曲弄出来，对，那灵感的话就不外乎是，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啦，对，或是我觉得有一些很幽默、很好玩，或是还很有趣的 idea， 像摇滚歌手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就摇滚歌手他是在讲，一个已故的日本女星，就是 Zard， 对啊，那时候我是看到他唱歌的影片，然后我觉得他好正，可是他已经过世了，对，他叫坂井泉水，然后我就看到他，我觉得他好漂亮。可是他已经过世了。我想说，如果我可以在天堂上，就是在，我就对天堂上的他告白，那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就跟死人告白的感觉。那其他人的启蒙音乐老师是谁？你刚是觉得很恶心吗？启蒙音乐，启蒙音乐了，大概是 John Mayer 吧。我好像也不太确定是谁，反正就是一开始练古典乐。然后，但是以团体班为主，所以其实进步蛮慢。然后后来是那时候也是想要放弃，可是后来就是自己下载一些流行乐谱，然后再慢慢接触到团，然后就开始对音乐越来越有兴趣。就一开始我是就希望我妈就停掉那个课，可是后来就是我妈变成我妈想要停掉的课，就我一直说我想继续学下去这样子。所以家人其实是反对。也不算反对，就是小时候就是会希望自己小孩学一个那个乐器才艺，然后比较可以比较专注。可是他又不希望你学太多，可以超乎可以。嗯。应该算是，我觉得算团里面最支持吧。默默在支持。对，其实我是算真的蛮感动，就是每一次回台北的表演或是比赛，就是都会到吗？对。哦，他爸妈真的，他家人真的超级支持。全家人几乎是全家人都到，很少缺席，目前至少就没缺席啊。哇，那其他人的爸妈有来过吗？有，也都会有。要不要说一下你的启蒙音乐老师？应该是董忠美，应该是没有了。钟兴明，也算是钟兴明老师。哇，国和音乐的那个。对，之前有去国和音乐那边实习过。真的吗？对，他也有去实习过。哇，就去看一看，也不算实习。看老师表演就够。就是因为老师大咖，就是他常常在金曲奖出现嘛。嗯。对。然后现在到大陆去发展。对啊。那你呢？我是高中的时候误打误撞加入乐音社的。哦。那时候，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有开始学乐器。那时候学的是木吉他，还有一些简单的爵士鼓这样子。然后结果上了高中之后，原本想要是去参加游泳社，结果没怎么挑。所以你的游泳老师是谁？启蒙老师是游泳老师。没有。那时候反正那时候想要参加游泳社，可是游泳社人数太少就倒社了，然后我就随机被分配到乐音社去。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加入社团啊，就大家要开始分选组啊，然后那时候学长觉得带你到处去，就说谁会电吉他上去弄秀个两下这样，就大家一上去就，想说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在换爵士鼓的时候，他上去，都会什么都不会，然后我想说贝斯没有人去，那我就去，然后开始学贝斯。哇，对，是不是好特别的契机啊？所以你还是没讲你的音乐。那我的音乐启蒙老师应该就是那时候的乐音社的学长姐跟我的同侪。同届的同事促使了你接下来大就是因为他们就会逼我们一定要听音乐啊，然后对啊，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听超多独立乐的。说到特别喜欢的话，应该是那个什么拍戏少年，对不对？就那时候真的很喜欢他们。他们在去年金曲奖也有得，也有得那个专辑设计。对，专辑设计。那接下来换后面。我的音乐启蒙就是因为当初看那个游戏片，就是他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就是
能用鼓表达情感，我觉得到很棒的一个人。X9Pen 的游戏，对，我就觉得他们帅，这就想用鼓表达情感。对，可是他现实是就是讲话的时候就表达不出来。对，是比较害羞的个性。对，害羞，是吗？什么团员不予置评？不好说。好，那换。我是国中的时候听到Bon Jovi的歌才进入摇滚乐的。It's my life 吗？对。那时候还是什么汽车广告那种专辑，有没有？就听到听，然后听到It's my life， 哇，好屌！然后就进入摇滚乐的世界。然后那时候就因为他，然后继续学琴。不是他，只是他因为从Bon Jovi才开始听摇滚。然后之后是 Green Day 让我想去玩乐团，因为他们歌很简单嘛，就可以自己弹自己唱这样子。所以你的梦想是要成，你的梦想是要成为大概 Green Day 的那个名气这样子。可以啊，也不错哦，好像蛮不错嘛。可是要超越他的名气。什么？没有啦。那我最后一题想要问你们说，你们有没有短期内或长期内有没有目标，就是想要达成的？金曲奖，短期的话，我可能会这样，短期这样，然后长期葛莱美的，董事长也得葛莱美啊，我操，这个短期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要做出一首歌，然后它是就是有中，就比如说像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很爱你，或是像荷尔蒙少年的是。就是老王乐队，是的，对，我是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对，我们想要做出一首那样的。上次你们也在同一场啊？对啊。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你们接下来会再出作品吗？就大概什么？今年或者是明年？作品一定会出，会再出，可能下个月就突然都不会停，丢一首这样。会不会想以专辑的方式呈现？还是都是目前都是以单曲？因为我们现在还比较算是做好，然后上了 Street Voice， 那我们之后可能会有计划，就是找一个制作人，然后做一首单曲，然后录混都是找，就不是我们自己弄工作室的这样。对，然后可能会拍一支 MV 之类的，对，但是这个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经济上面的一些考量，对，所以我们还在思考斟酌当中。会考虑经营 YouTube 吗？有那个 YouTube， 因为你们 YouTube 就两支影片，来同一首歌，不同，是摇滚歌手和摇滚歌手，对，因为我们想丢直接丢影像上去，对，所以目前可能拍完 MV 之后，未来可能会，也许拍了 MV 之后会丢到 YouTube 上这样，对，那我们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跟你的乐迷们说的？你笑什么？OK， 各位喜欢伯爵白的朋友们，我们会继续写歌，然后请继续期待我们的作品，我们继续加油的，持续关注我们啊！谢谢大家。Thank you.
谁